一款好游戏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？是知名声优、配乐大师，还是人气会师，又甚至是庞大的世界观以及创新的玩法呢？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款日本年度话题 No.1 的 JRPG 手游《命运的法则：无限交错》就具备了上述所有的优点哦，一起来看一下吧。命运的法则无限交错是2020日本年度话题 No.1 的 JRPG 手游，参与制作的日本大咖超级多，以梦幻模拟战及逆转裁判系列广为人知的岩垂德行老师担纲 BGM 监制，打造动人心弦的异世界读曲，曾经参与 Fate Grand Order 与锁链战记等作品，以笔触温柔、线条细腻且用色缤纷闻名的日本知名绘师 Toihachi 参与了部分人物设计，游戏主题曲更是找来了 Nico Nico 百变翻唱歌姬 Kakijoko 现身，更有丁公理惠、小仓唯、福山润等超过50位日本人气声优现身，合力献上诚意满满的纯正日式本格 JRPG 体验。超过300万字的宏大世界观剧情，埋藏了近百个彩蛋。六大种族分别有自己特色风格的城市和主题音乐，玩家更可以在勇者、守护者、游侠、魔导师、吟诵者等五大王道职业任意转职。玩法自由度无限宽广，走位及独特的手势施法，打造爽快打击感技能 combo， 让战斗更富有挑战性与趣味性。除了紧张刺激的战斗，更有轻松有趣的钓鱼和斗鱼等创新玩法，一次满足各种玩家的需求。如果你还没找到一款适合自己的手游，命运的法则无限交错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首选哦。游戏目前正举办双平台预约活动，现在预约不仅能获得限定 SR 角色望海滨，更能获得限定头像框以及道具实抽券，立即参加预约活动拿好礼吧。